最近是还有在宣传的活动吗？对，还有要继续。其实明天以后就会去做海外宣传。明天就要出去海外。对对对。所以今天大家非常 lucky 来现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在台湾最后一次跟大家说。怎么回事？现在是什么歌让大家如此的沉重吗？那因为在现场都有点等很久，可能还没有嗨起来啦，所以呢，有没有什么？我知道了啦，因为大家可能都在等待某一部，因为我们最近看到您的一些宣传，甚至是什么记者会，就了解你其实对于就是某一个字，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想法。你现在内心有这冒出来吗？其实我刚刚有说，就是从现在 PTT 乡民都有说这件事，因为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乡民，但我从来没有说过那个字哦。好，那个字是海苔要给你自己讲出来的。对，你说那就是萌这个字吧。对，因为当时是因为是拍 MV， 就是有一个画面。对啊，有一个画面。然后因为我昨天特别的上网。你知道现在就是在搜寻的部分啊，如果打入您的名字，后面会出现这个字哎，真的假的？真的，大家要 Google 一下，真的，因为常常会，比如说你 Google K K 大，后面就会出现一起听，但是我最近 Google 维里安后面就会出现萌这个字，那所以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还是有稍微希望呢，有啦，真的有，真的，而且我昨天上一个就。现在就很多人都有截图，然后你的记者会啊，就是在等到八天记者会台风天，有没有？大家都有请问一下这个字。那其实应该要朝右右台发展吧？什么？有没有想？朝右右台发展。最近在音乐台上是有萌萌哥之类。那你其实本身对现在觉得就是有比较习惯一点的吗？习惯？你说对于这个字吗？对。有啊，因为。对对，那就出现那个为难的表情，还是觉得萌可能要变成囧。对，对啊，好像比较适合囧。可是其实这是一种比较亲切的象征，因为其实我会觉得说，当然大家就觉得啊，现在是流行这个字嘛，然后呢一个字可以代表一个人的，可能就是一个截图，觉得啊比较少看到是这样子，因为可能你平常给大家感觉可能是只有腼腆，就是说莫那，就是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形容词。线上的朋友我们也要照顾到，因为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呢知道我们现场的状况嘛，是，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我们的小帮手呢要来帮你拍个照，我们要让呢现在线上的朋友知道说，哦，你今天真的有来现场，而且呢希望能够呢拍出比较稍微跟您平常木讷刚毅沉稳腼腆比较不太一样的表情，请问你愿意吗？可以啊。所以我们小帮手准备好了吗？然后等会各位朋友在台下的朋友先赶快登我们 KK Bus 一起听好不好？然后呢赶快来留言，就说快点拍照，大家都说我真的有看到，所以我跟赤子面前七十五天都看起来很累，对不对？等一下，而且你知道我今天看到第八万则留言，大家都希望想要看，所以请问这个角度 OK 吗？我可以看。一起数一二三吗？因为据说我被下一个指令啊，好像要麻烦您三连拍，可以吗？可以吗？那你知道三连拍通常啊有一种手势，比如说头痛、牙齿痛、嘴巴痛，类似这种的。您愿意是让我们小帮手拍一下您的一些三连拍，然后上传到我们 KK 吧，您愿意吗？对，好，来哦，来一。要第一个吗？我以为你要数第二次。好，来，当我们一起来数好不好？来，预备，开始，一，好，来，二，终于，然后三，就这样，三。这个有符合大家的那个吗？但我觉得 OK 吗？我觉得不太够哎，可不可以？因为你知道，一二三我们也会啊，可以摆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然后等我们一起忙上来 KK 大一起听，大家会觉得哇塞，我俩今天来现场真的不一样，好不好？就是功能是，因为刚搭真的好累，好累，好，小帮手就要了。那大家有没有想要看威廉有什么表情？没有。也就偶尔啊，有没有特别一点的？这样头痛是吗？啊。请问您愿意吗？
好，麻烦你们再给我两个来拍。耶，我们拍到耶，有没有可爱？怎么大家怎么都不热烈？有没有可爱？有没有支持？有人在等？有。所以现在背景这首歌又很巧妙的出来了。对。对，是这首歌。这首歌的创作的过程是什么？就是它其实是我一个，对，我现在好累，我现在好热哦，为什么灯要开那么大？我觉得我要崩溃了。我刚刚在那边一直很慌神，然后我试图想要理解你的问题，但我一直觉得好热。还是我想太快？没有，不是，是因为真的好热。那你会不会下一张专辑，我们可能会听到 So Hard？就是那个陈小东已经唱过了。对，所以你可以稍微的更改一下，就是好，我们刚刚聊到累这首歌，对，所以你有没有就是可以有小扇子啊、小水啊，来工作人员帮你准备一下，不好意思哈。对，大家我们真的体谅，因为你知道我们舞台上又有这个灯光，差不多现在真的有在43度。对，那刚刚你说到累，其实这首歌因为我没有看到专辑介绍，主要你说是。是我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写的，就是大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好像就写的，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写歌就是觉得很好玩嘛，然后我自己的本身的人生经历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就会开始去烦朋友，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讲，我可以帮你写歌。你知道吗？因为既然您也是乡民嘛，是，所以我也是。你知道有一句话很流行，是先承认你朋友就是你吧？当然不是我。对，还是叫做强者我朋友。对，强者我朋友。对，所以他很弱，所以才会是这首歌、真的是朋友的故事。对。所以那主要先讲的是，因为他喜欢一个女生，喜欢一个人嘛。对。但是因为对他一直会表态。对。所以他就觉得哇，就是要上不上，要下不下的过程，很累。这就是随风就行。其实之前去过，比如说台中、高雄、高大，对，但是，有几个顾虑，因为一个是，我有个绰号叫雨男嘛，对，今天的大太阳，就是中南部的这个灾情，其实有时候蛮严重的，所以不想要造成他们的困扰。当然，如果他们还是希望多一点雨水的话，对，还是不。对，但是今天我们刚刚因为在稍微有人在等的过程当中啊，就觉得说可能您之前大概把雨水都先用掉了。今天化成了汗水与泪水，真的，没有对。那但是就是，所以其实，在整个宣传的行程。